现在8:25，现在8:25，这个地方非常的热闹，这个叫做架蹦个蹦，这个是一个公园，湖边的公园在这边。今天的主题赛跑叫做蜡笔小新，所以我参加的是8:30才跑，所以这边人家准备了，午餐也出来了，嘎顿嘎顿。Hello breakfast. Ready all watch Shin Chan. Siapa tengok dekat NTV 7 dulu? Ramai. Siapa tengok dekat YouTube? Okay, yang tengok dekat NTV 7 adalah semua sudah berumur lebih 8, 7, 6, 5, 4, 3, 2, 1.跑一圈是3.5公里，所以我们这一个比赛呢是3.5个。这个公园还有其他很多人在这边做运动，所以这样子要怎样跑呢？跟着这样跑就对了，做一圈就完成了。虽然太阳出来了，但是还不是很热。哎，所以我们这群人前面有一个，好，在我前面多一个，多两个，算算了，前面三个人，哇，这个下坡。左边有一个漂亮的湖，啊，这个地方是属于吉隆坡城市的北部，竟然还有这样一个大漂亮的湖，还好有这样的公园，1公里了。还好，1公里我用5分钟52秒，相当快的速度。因为这边不是平地，上上下下还可以跑出少过6分钟，是非常的棒了。先给自己一个赞。2公里慢了，因为太多人了。前面因为他们有些是比较早出发的，因为这场比赛比较不一样，是7:30开跑，7:30一批，然后7:45一批，8:00一批，8:15一批，最后一批就是我跑的，就是8:30，最前面当然很多人。他们是比较早出发的，所以2公里的速度啊，6分钟09秒。你看，这样多人不是这样一个的，你要转过来，转过去的，就这样子。3公里了，剩下最后半公里了。还好我们跑的地方 Hello 有很多树，所以不会很热。最后500米要冲了，来了，加油，不要喊，留在最后的时候再喊。
OK， 这边算是到了终点了，看一下用多少时间，22分钟完成，几公里？3.7公里，太多人了，几千人排队进啊，想排，辛苦吗？短跑是最辛苦的，因为要冲。长跑呢，21公里啊，终点大问题，我们可以用比较慢速度跑，虽然时间拉长，但是不会说很辛苦。所以天气很好，对，大家都是很多人过。这个所谓的蜡笔小新，哇，下过雨，所以地上全部烂泥。哇，烂泥烂泥。All right, guys, please be careful at the finishing line. It's a bit wet. Don't forget, we have our luck on cross session later on. Nice, be sweet. Wow, not me. Hello. Ah, bình canh. Hello. Giang Châu.Apollo, OK, thank you. Kebulan. Nah, Apollo. Tai Chi Minh. Hiyo. Sun Yiping. Nescafe. Coffee, coffee. Tea, sun.OK, thank you. This is not coffee, this is coffee. Chocolate, chocolate. OK. Oh, 掉下来。完成了。拜拜。